公元前140年，此时已经是刘彻登上皇位的第二年，一个男婴降生在平阳公主府里，其名霍去病。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汉武帝在他的爱将卫青陪同下来到羽林营视察，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正在指挥军事进行格斗训练的少林军官霍去病。此时面对匈奴的一再挑衅，汉武帝下定了全面反击的决心。得天下只杀戮，乃民心所向，率天下之先者，为千古之圣。重要的吗？为陛下洗北京烽火，保百姓安全。公元前123年，大将军卫青率10万大军与匈奴单于独立对决。我的弟兄，放下他！霍去病以飘摇下跪的军阶随队出征，随我出征！一次战役中，17岁的霍去病率领800骑兵挥军相对，一马下战阵。汉武帝刘彻赐封霍去病为冠军侯。公元前121年，早春时节，壮志凌云的霍去病站在大雪纷飞的乌梢顶上，他的前方没有尽头，而他的身后，国家需要正当头上。还有6天。就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天，霍去病率部急速转战6天，扫荡了匈奴5个部落。公元前1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，霍去病和他的精锐部队终于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。公元前119年夏，汉帝国的军队直击匈奴单于本部，霍去病的部队在全歼匈奴主力之后，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安居胥山，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，史称封安居胥。此时河西走廊已在汉帝国掌控之中，西域各国纷纷遣使来汉，开始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。遗憾的是，河西走廊的繁荣景象霍去病无缘再见。公元前117年9月，年仅23岁的霍去病忽然去世。悲痛的汉武帝用国力厚葬了自己的这位爱将，并把坟墓修成了麒麟山的样子。汉帝国的商队源源不断地奔赴富饶的西域，无数汉家将士为之浴血奋战，都是值得。时至今日，兰州市依旧素有霍去病的巨大雕像，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征战河西的英雄。